科学梦想，与神舟十四号的航天员们一起播下了希望的种子，给大家展示了微重力环境下水的奇妙现象。我准备使用一个长达2米的饮水管。喝到芒果汁了，还很轻松呢。地面由于重力的作用，我们使用饮水管喝水时，液体管越高，损吸也就越费力。但空间站是微重力环境，仅仅依靠损吸的力量，就可以喝到2米以外饮水袋中的饮料了。